什么？我失踪25年，女儿找到了，快去，赶紧给我接回来，否则我唯你是问。原来真的报错了，说你长得不像我。爸，别叫我爸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看这气质，这长相，语言才是我的女儿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冒牌货赶出去啊？他身上一股乡下人的味道，我闻不习惯。你这个冒牌货，快给我滚出去！够了！我儿子可是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这条贱命赔都不够，还敢砸他？他亲生父母是北边穷山沟里的，骨子里就上不了台面，能懂什么规矩？不像我们家语言优秀又懂事，这才是我夏家千金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这么多年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在干，公司也是我在管理，就连别墅的钱也都是我挣的。我们家语言马上就要入职华庭了。华庭那是全国首富的公司，人脉资源应有尽有，进去就是人上人，还用得着你这个乡巴佬？你把夏家经营成这样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这以后呀，有我在，夏家只会越来越好。雨恩，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乡巴佬给我赶出去。不用你赶，我自己会走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吃过的饭就不让你吐了，省得脏了我们家。但这身衣服你要给我脱了才能走。凭什么？这衣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就连你身上这礼服也是我的钱买的，要脱也是你先脱。嘿，你这个乡巴佬还敢顶嘴，给我把他办了，直接扔出去。放开我，放开